我们艺术家之间彼此不服，彼此争，哎，但彼此又是朋友，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，现在都变得非常非常难了，几乎不可能了。嗯，那您渴望有更深入的这种争论吗？我见过这种争论，嗯，就是玩真的，要打也是真的打。嗯，现在都不见血的，还让人硬丝丝的来一句这样子。嗯，比如说就是郭文景他的这个事情。嗯，I'm sorry， yeah， 他们太看得起我了。Yeah， 这事儿就让他过去了，因为大家够丢脸了已经，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这么丢脸。Yeah， 但是在这一次关于木心的这网上面这个小闹剧，就姜文，我觉得不要去说他，为什么？他对木心其实是尊敬的。2014年这个院子和前面的纪念馆刚刚开出来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他短信，他正在纪念馆里面。而且他正在旁边的一个什么地方拍戏，他居然能够在拍戏当中抽出时间，这么大的腕儿就跑来纪念馆，还说你弄得很好，竖了个大拇指。所以他对木心是尊敬的，我感谢他来过。